吃饭了，朋友们，祝大家国庆假期快乐，吃木瓜丝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出去玩，反正我国庆这几天肯定都是在家里的。凉拌茄子，嗯，好吃。猪耳朵，有点辣。光盘行动，拜拜，大家吃好喝好。蛋炒饭配萝卜干，没有放生抽，老抽也好好吃。无头的萝卜干好脆，这个十九块有给大家发两瓶，配饭呀、配粥都好好吃。
拜拜。吃这个煎辣椒炒豆豉，放这个豆豉炒了。放点豆豉，放点大蒜，炒一下，好下饭。就这样一罐的豆豉，这个一罐是一斤。这个收到货之后，你可以直接打开盖子就可以直接吃了，拌饭、拌面。或者像我这样炒菜的时候加一点进去，或者焖鱼都好吃。这是熟豆豉，直接都可以吃的，而且它不齁咸，它不是那种非常咸吃起来反胃的那种，不会。好，下饭。